48岁的不老男神林俊，今年7月发生严重自撞车祸，还好经过手术治疗后，状况已经渐渐好转。日前他在脸书分享到健身房运动复健的照片，状态看起来非常好，让粉丝也感到比较放心了。15日，他则是晒出一张为爱妻陈若仪庆生的照片，照片中陈若仪身穿米色大衣，头戴白色毛帽，露出浅浅微笑，模样非常甜美。林俊同时 po 文表达对爱妻的祝福，他感性发文写下：“老婆大人生日快乐，今年对你是非常辛苦的一年，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，希望你能一直快乐健健康康。”最后还放了3个爱心符号，表达对老婆满满的爱意。贴文播出不到一天，就累计5万多个按赞数，大批粉丝纷纷涌入留言区写下对陈若仪的生日祝福。